网红女歌手木娇姐姐火了起来，她靠两首歌曲在网上被很多人所熟知，感觉她那沙哑的嗓音不是几盒烟就能成这样的，不过她唱起歌来还是非常好听的。接下来我带大家一起听一听木娇姐姐那好听的歌曲吧。不甘用情歌曲发行于2021年5月30日，由木娇姐姐进行演唱。她那沙哑的嗓音唱出这一首粤语歌曲，感觉瞬间给歌曲装上了一种装饰，让歌曲更加的好听了。告别了昨日的爱意，情若伪当中我不该用钱，如今不会最有此战，命运的注定何必再举勇气上前，若伪当中太我用钱，如今相恋没有死战，是我欠了你。歌曲发行于2021年5月16日，由木娇姐姐进行演唱。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情歌，发布后瞬间在短视频网站上火爆了起来。我们今天的歌曲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小石榴，每期我会为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。